所以咧，個人重咗，咁所以咧，我想大家幫我俾啲掌聲，我哋嘅 dancers， 因為咧要做呢個跌羅漢咧，實係佢哋都幾辛苦嘅。今晚咧娛樂唱片就開倉，開咩倉咧？就開呢一個音樂保護嘅倉，為咗咧釋放多啲靚歌金曲俾大家聽，好唔好啊？今晚咧會有你哋喜歡嘅歌，同埋你哋喜歡嘅歌手。 咁我呢就唔客氣啦，我第一個呢為大家唱一首我自己喺娛樂嘅第一張唱片嘅主題歌曲，估唔估到係咩？叻仔喺嗰度嘅，我聽到嘅《萊恩河之戀》送俾你，我都唔客氣，想同你握下手啊，得唔得？好嘛，由呢度先。 何留在诉说千百段旧情？何留在诉说星星？
仍是你忧郁的眼，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，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情，摇着那小小花伞，我散色清清，你的歌可更动听。来因何般像画那样美，来因何般清新的意境，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，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。来因何般像诗那样美，来的恋爱虽则天真，美丽动听。多谢你啊，热情送花俾我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谢。河流在诉说千百段旧情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情，摇着那小小花伞，看山色清清。你的歌可更动听，来因何般像画那样美，来因何般清新的意境，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，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，来因何般像诗那样美，来因的恋爱虽则天真，美丽动听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你。找起一堆信，轻轻撕碎又碎，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才虚碎，突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，而外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，然而孤单的身躯仍然不知应怎算，无人关心的眼泪仍流落我发端，为何始终洗不去你所交代的片段，这敷衍了每日仍如此心变作废堆，然而孤单。
多謝大膽獻上兩首金曲，奈因何之戀同埋段，希望你會鍾意。其實金曲嘅定義呢都好廣泛嘅，我自己喜歡嘅金曲呢，我係要佢好聽啦、襟聽啦，同埋有意義嘅，最緊要呢就係勵志添。你知而家個社會㗎啦，係咪？我哋需要多啲嘅正能量，咁希望呢大家聽咗呢會有鼓勵呀、鼓舞嘅作用喺裏面。咁我今晚呢就揀咗一首乘風破浪同大家合唱，好唔好？又同你合唱，但係呢我亦都請到位朋友同我哋一起合唱嘅，大家俾啲掌聲，張德蘭。紅館一起演唱，係咪？我希望多啲機會同你一齊合唱。我知道咧，德蘭好多金曲㗎，係咪？大家咪好中意聽啊！好，我哋而家留低德蘭喺度同我哋唱嘅《願君心寄取》，多謝你。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，我的话愿君心记取，既然君中劫难难自救，我愿此生也伴随。
實咧，我今晚咧真係非常之興奮啦，能夠參與今晚嘅演出，因為我好想趁呢次嘅演唱會咧，喺度要好多謝娛樂唱片公司一直俾我好多好多嘅唱歌嘅機會。就好似我細嗰陣時仲係張圓圓嘅時代啦，咁佢俾我唱好多當時嘅卡通片嘅歌，更加有咧就係頭先嘅一啲嘅電視嘅插曲。咁其實我覺得娛樂唱片公司咧，佢真係有好多好多嘅靚歌嘅，就好似以下呢一首由顧家輝先生作曲、盧國沾先生填詞嘅一首歌曲，好想今晚送俾大家。歌名就叫做《雨中康乃馨》。機會大家見面，一齊握下手，咁近距離嘅接觸嚇，多謝你哋。今日我哋個台係咪真係好大咧？嚇，你覺得係咪啊？我行嚟行去都未行完嘅，係咪咁解啊？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啊，多謝嚇。好呢個時候咧，我要翻上個台度。咁呢件衫咧就比較斯文嘅，你俾少少時間，我慢慢上台啊。
走得好不好看啊？多謝你們，我實在非常感激大家，所以為了答謝你給我的支持，很想送一首我早期的一首歌曲給你們聽，《鮮花滿月林》。春風到人間花開透，幽香四溢，百花滿月流。秀麗百花相伴絲絲柳，無窮春光實難求。春光過後會再回頭，最难求，烈漠要等花落心酸透，要趁春花去感受，莫要等，莫要等，莫要等飘雪时候，并蒂花花已并
友，你哋好。你仲记唔记得我啊？我英文名叫咩名啊？我中文名叫咩名啊？咩话 ？Thank you， 好开心同大家见面。咁冚唪唥都系自己人啊，不如你当我系屋企人得唔得啊？咁我一家人一样啦噃。咁你锡唔锡我先？多谢。上面咧天棚嗰啲咧，哇！天棚好多人喎，你好，我睇到你噶，多谢你吓。你天棚锡唔锡我啊？多谢。咁冚唪唥咧，哇！真系好啦。所以咧嗱，如果我哋既然一家人咧，就唔好客气啊，大家一齐唱，一齐笑，大家都一齐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咁就係個完美嘅嗰個氣氛咧，仲會更加好，因為你哋嘅掌聲、你反應咧，就係我叉電啊，知唔知啊 ？My energy, I got the power, power, I got the power。好，跟住落嚟唔再等多時間啦。呢首歌咧，以落嚟咧就係提笑姻緣其中一種插曲，希望大家中意聽，因為呢首歌係點唱嘅，唔該 ，Thank you Andrew。唔好客氣啊，將佢拍就拍噶啦，多謝，拍啦，多謝。
你肯嚟今晚嘅光临咧，我系喺度系好衷心咁多谢大家咁多年来都咁支持我，支持娱乐唱片，支持呢个晚会，衷心多谢，亦都祝大家健康快乐平安，多谢晒。一切亦。
情友情似水爱共永，
好開心啊，好興奮啊！大家都，我包括我，因為第一真係好難得同一班一級嘅歌手一齊可以同台；第二咧就係真係見翻好多老朋友。啲人話我已經做咗50年啦，咁未到，係43年啦。我做咗43年啦，係啊，1967，而家係01，係咪啊？43就嚟44先。今晚呢個演唱會咧，當然即係我哋大家都好開心啦，有好多經典嘅歌。咁但係我係喺最後一場，我想多謝娛樂唱片公司啊，因為今晚其實所有嘅歌咧都係娛樂唱片嘅作品嚟。咁呢幾晚我一路唱咧，我就諗起好多喺娛樂唱片錄音時候嘅一啲往事，尤其對於兩位創辦人劉東先生同埋太太咧。我係好多謝，好多謝。嗰時我唱歌真係雞仔聲咁樣，阿劉太係不斷咁樣教我點樣唱，而劉東先生劉生佢係好堅持，我哋冇得 edit 嘅，即係你唱得唔好，你要由頭再嚟過。咁所以經過不斷嘅歌曲，不斷咁去錄音咧，先至係一首又一首真係今日其嗰啲所謂經典歌曲。我記得劉太佢教我唱呢一首歌嘅時候，佢係好用心，同埋呢首歌亦都帶俾我一個好好嘅回憶。我今日特別唱呢首歌《歸帆》。Mm-hmm.
多謝多謝。其實呢啲所有今晚大家聽到嘅經典歌曲，都係八十年代一啲好受歡迎嘅歌，亦都陪住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嘅成長。咁我都好好彩，能夠及時喺呢一個時代咧，係過咗大半生啦，飾演過好多嘅經典嘅角色，亦都唱過好多經典嘅歌。咁講到汪明荃嘅經典歌曲，當然係唔少得以下呢一首《勇敢中國人》。令我感受故鄉色變，令我嬌美翠湖含恨，望向中國國土之際，豪氣在騰，誓要將我苦難化為悲憤。形容我呢位拍档呢，相信六岁到六十岁的人呢都睇过佢饰演嘅剧或者系电影噶啦。佢唱得、打得、跳得、扮嘢又得，最难得嘅咧就系一路以嚟咧佢都企稳一线，永远嘅男主角，同埋有一个剧。我覺得沒有人是做得好過他的，歡迎大俠楚留香秋官。老天
才能买，不能卖。只若猜，已愁怀，不知是缘还是债。识分猜，隔天涯，你受花。多谢多谢大家的掌声啊！我更加要多谢阿姐。多谢我？点解啊？系啊，头先我听到你赞我啊，你话我啊有楚留香大侠嘅气质啊嘛。梗系啦。你又话咧，我做咗咁多年剧集，都仍然做紧男主角啊嘛。系事实咯。不过咁噃，我有啲补充。头先我赞得你仲唔够咩？唔系咁嘅意思。我補充的內容咧，係唔關我事，係關你事嘅。關我事，關我咩事咧？係咯，係我係拍咗咁多年嘅劇集咧，都仍然係做緊主角。你又何嘗唔係呢？咁又係。嗱，收下先，留翻一陣一齊炸，一齊掌聲嚇。而且你啊，仲比我更勁、更威水添。而家掌聲咧。唔敢多。咁勁咁威水都唔俾掌聲，咁我又好想聽下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拍咁多年嘅劇集咧，係都仲係做緊主角，但係我覺得嗰啲劇集唔係為我度身訂造噶噃。唔係喎，佢哋次次都話係度身訂造。係咯，佢講啊咁講啊，你聽下啲劇名就知啦。大時代喎，勢不低頭喎，我覺得我冇參與嘅感覺。套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的，你就不同啦。我怎麼不同啊？哇，女王辦公室喎、啊！唉，嗰、那個劇中人叫做阿 Queen。一講到女王 Queen 姐，點你估我真係 Queen 都冇第二個諗噶啦，梗係你噶啦。咁一講到啊，我啲野蠻奶奶喎，哇！講到野蠻就真係，我唔係野蠻，我好温柔的。即係我話講到奶奶兩個字啊。一定是我未有资格做奶奶，你一就嚟有资格做老爷啦。未有喜讯住。未有啊，快噶啦，可能你听日会收到。咁好彩，系Queen 姐，发挥你嘅女王嘅本色，你命令我咧，而家跟住做咩好咧？我命令你，系楚留香大侠，而家要同我合唱一首歌，冇错，粤语弯道。哇月有圆
姐真係犀利，每次出場不但歌聲動聽，而且服裝打扮就一定是絕對一流的，絕對是聽覺和視覺的享受。剛才我在後台聽到很多歌聲唱過娛樂唱片公司的經典金曲，使到我覺得娛樂唱片的歌呢和我拍的劇集一樣，什麼種類都有，有國語歌啦、粵語歌啦、快歌、慢歌、情歌、勵志歌、兒歌，哇，真係什麼種類都有。而我呢亦都唱過好多種類的歌，都唔敢講話好好，都尚算合格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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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有一種類型的歌呢我就好少唱，而特別係啲公開嘅場合。咁啊，哇！喺今日咁大個場合，咁大個場面，哎呀，我都心慾慾，我都想唱翻隻俾大家聽下嘅。不過唱呢隻歌嘅時候咧，我一定要請翻一位拍檔啊，傍住傍住，咁誒等我安心啲、安全啲嘅嘛。有請太皇太后謝雪心心姐。大家好，每一個朋友，你哋好啊！哎呀，我家今日好开心，在座的每一位我家都会赏赐黄金万两，好不好？梗系好开心啊嘛！哎，阿大侠，我家正在御园赏花，你急 call 我家，所因何事啊？我找小勇啊，小勇啊！十郎夫，你。你翻咗嚟啊！小玉钗，君如，君如，妾为女子，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你负心若此，小颜迟迟饮恨而终，慈母在堂，我不能供养。以罗言管从此永有，精通王权皆君所赐。李君李君，今当永决意。小玉钗，某愿夜抱一落红。破碎了灯盏梦，换文句，频频换句，轻衰记取再重逢。叹明艳芳躯不禁摇动，从此望负山半畿。兵勇，千般话犹在眉宇中，心惊然后皆变空。小玉钗，处处。
是十郎扶你呀、啊。生不如死，我何用你君关注？愿天知你十郎，又是外妻多病痛，兼合差员，有生一日都忙一日啊！病头年曾亦有根基重，权势尽看轻，自知爱情重。与你做过夫妻成两行，烦恼内可尽失相思痛，争哭声喊声将火笑玉雕回族世中，生生生我虽生有何所用，你再配了单三凤，白白玉烧在笼，只怕你红提绿怨，由内疚爱新欢，两边也难容，终君再见鸳鸯梦，我怨恨多于粉，山山愁骨归无从。朝月更迷梦，是谁共是风声播送，瑶台未有棋逢，你既非负心，胜以方以太为父，只是一介之假者，十郎泪穷力竭，言如落望归家困身又玉龙，一朝辞节了怎生非动，谁信你想你见我变埋头上似差，都知道我今非昔比咯，我想那奴家小姐许在你城龙入半妖半龙，加衣插玉烟差一艳之款，摆上华阁中，头围向君龙计妙用，佢持凡眼波眉龙笑窝，将君轻轻碰似玉燕，珠钗都不识千金。买来要下威风，你何知道新人的计上差，会向这个旧人心上刺。狼未变爱，阵风相逼似狼未免阴功，我点书分是爱浓，盟誓永珍重，我未负你恩义浓，枕边爱有千斤重，大
拜丈夫处世做人，应知爱妻兼尽忠。真嘅系啊，既尽奈何未结身自重，咪再错。心忍痛，旧时报消息哪有不送？惊佢昏吹恶梦，我未信君你入罪受局，感佢负逢与攀龙，失望未关痛。小玉因心重，楼大夜间有霎霎粉风，且听君将爱重。日挂中天隔爱红，月缺终须又离逢。千差万错，错在我吹台赋诗，又不上忘经留之句。系啊，咁点啊？佢便借诗中意，谣言或中有心逼我成龙。欲宴差又再相逢，我誓死不向牵归附从，吞差佢分判命送。十郎，十郎，你真的为我吞差佢分，不屈于权贵，差啲死咗啦！真系多谢你，你信啊嘛？我信，信晒就得啦。我信我哋坐大合唱粤曲，唱得好有粤曲嘅韵味啊！唔系，多谢心姐，多谢，多谢心姐带住，多谢。千祈唔好咁讲，我哋秋官。點止係坐大俠，簡直就係粵曲大俠啊！咁哀家已經賜咗好多金箔鳳梨酥俾你享受，你指點咗好多。哎呀，千祈唔好講，多謝，thank you。秋哥真係唱得好好，因為嗰種粵曲味咧，佢又哀怨纏綿啦嚇。咁我又講一個秘密俾大家聽啊！我細細個咧。十一歲到啦，就拜師學藝，咁每日咧放咗學就去我師父屋企噶啦，練功啦、練唱啦、做埋功課啦，咁一切嘅嘢都做完之後咧，我好中意咧抄我先，即係有個櫃啊，話俾你聽啊，裏邊啊就有我兩個師公嘅黑膠碟，一個就係白區榮師公。另一個咧就係薛國先師公啦，咁佢哋嘅黑膠碟喺嗰度嘅喎，咁我就好中意抄出嚟咁睇下嘅。咧如果仙姐見到咧，佢就會話：，哎呀，咪搞啦，一陣間跌爛咗就冇噶啦。咁啊真係喎，呢個直情係寶嚟啊！咁啊，我細細個都識寶噶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娛樂唱片公司咧就更加識寶啦。在50至60年代咧，佢就收錄咗我師傅飲姐同仙姐好多套戲寶嘅，咁啊計有《紫钗記》啦、《帝女花》啦、《再世紅梅記》等等。咁喺嗰陣時咧，佢就唔係錄一段喎，係成套戲錄嘅。哇！咁真係太好啦！當時嘅配搭咧就有除咗仙姐飲姐之外，有波叔梁醒波、四叔靚翅白、一哥陳錦棠、二幫王。任冰兒小姐啊，即係細女姐啦，咁呢啲咁嘅配搭啊，真係空前絕後啦！咁佢全套收錄曬啊嘛，咁變咗我哋一聽咧，哇！咁咪變咗真係已經係知道佢哋嗰陣時點樣嘅成個劇情嘅發展啊！因為嗰陣時咧，我知道佢哋唔係話就咁樣唱嘅，而係有埋做手噶，波叔啊嗰個假似到嗰個完全咧，佢哋個個嘅。功格出曬嚟嘅，所以咧，我哋一聽就已經好似睇緊套戲咁啦。咁有一隻歌咧，我亦都好想送俾大家嘅喎，任劍輝白雪仙師傅嘅戲寶就係《牡丹亭驚夢之幽媾》，希望大家歡喜。
似月里仙光，凡尘轻笼江沙，轻笼江沙，莫非懒烟蔽月华？他雨中景致迷呀途，迷途错怪家，系唔系呀？放斋欠奉茶，莫借世相送药茶，借盏秋灯小心归去吧。叹息明月无泪花，多丽娘未有家，一枯花无家可归家。世间女子又哪有无家之理呢？我明白了，莫非天仙姐姐爱我潇洒，所以偷偷降落在柳生涯，可惜我日里水笑话，你欲仿孝情花在萌芽，小姐你是否闻君生挂？就亦原也是我的福分也啦，上下心中竟怕，你上落又心中竟怕，点解会相见相见小树下，望你。
剛才我唱的那首歌就是我很久以前我自己主演的电视剧《江湖小子》里头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何处觅知音》。我今天呢不做小生，要在台上 做歌手，不过是老牌新手歌手。给点掌声支持一下我好不好？多谢。哇，听见你的掌声，我的信心立刻来了。你知道啦，而家喺呢个咁大嘅场面，我做嘢就得嘅啫。好似咁嘅场面唱歌咧，我都好少嘅啫。所以我都希望再次听到你嘅掌声，支持啊！好多谢多谢。啊，讲开又讲啊，你睇我做嘢做得多啦，有好多人问我啊，点解个个都叫你做伍小新嘅咧，唔叫你做国歌嘅咧咁？我话系啊，因为我嗰阵时。做親都是小親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好多外號噶，唔止小親噶，個都叫做咩？憂鬱小親啦，多情小親啦，純情小親啦，仲有緋聞小親添啊！其實最我話最啱聽，仲有一個小親就係咩咧？叫我做靚仔小親，你哋話係咪啊？最啱聽就係呢句啊，靚仔小親，靚唔靚仔啊？喂，多謝多謝。
咁樣咧，點解會叫我做憂鬱小生呢？原來咧，我以前咧演埋好多苦情戲啊，成日皺曬眉頭，翁曬口面，咁佢哋就叫我憂鬱小生。我跟住又叫我多情小生啦，唔知點解會叫你哋唔好誤會啊！唔好以為我咧成日去追女仔啊，其實咧我就同阿姐咧當年就拍咗一套《紅樓夢》咧，我就飾演贾寶玉。阿姐飾演乜嘢啊？啊，梗係林黛玉啦。咁你知道贾寶玉咧喺大觀園好多女仔擁住佢噶嘛？咁你知道贾寶玉就好痴情，對個個女仔都好痴心嘅。咁所以咧，因為可能我演得投入啊，咁佢哋個個就叫我做多情小生啦。啊，以後跟住我咧，我又拍咗好多瓊瑤寫嘅小説，好多純情嘅角色噶咯喎。咁佢哋又叫咗我純情小生喎。咁你話啦，一陣間又多情小生、純情小生、乜乜小生、小生，係少到我而家都叫我做小生。啊，唔係，都叫到我而家都係叫小生。啊，咁其實都幾開心嘅，好似咁多年以來都仲可以俾人叫小生嘅話，係咪？咁我都越聽越順意。好，既然我係文藝嘅小生啦，咁我唱嘅歌梗係同愛情有關㗎啦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唱俾大家依只歌咧，大家聽依只歌咧，就係同愛情故事有關嘅，就係、是。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故事，這一首歌呢曾經當年呢就在我的唱片裡頭一首插曲來的，就叫做《痴情恨》，希望你們喜歡聽。
俾大家聽啦。呢一隻歌咧，係好多好多年前咧，喺錄音室錄影錄音之後咧，我從來都未喺公開嘅場合唱過嘅，係今次個演唱會係第一次唱嘅。多謝，多謝，多謝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就要介紹我一個好老友。哇！我話好老友啫，個個都已經有反應啦。嗱，依個老友咧同我好有淵源嘅，因為我記得我當年咧，我一開始錄第一隻歌嗰陣時咧，佢就同我合唱噶啦，講起都好多年前啦。但係諗唔到依隻歌咧係可以到而家都咁受歡迎嘅，係咩歌啊？哇！大聲啲，冇錯。咁我哋唱《田園春夢》嘅話咧，就一定唔可以缺少佢啦。佢係邊個啊？冇錯啦，我哋而家有請大公仔關谷英。你知唔知咧？知唔知而家你係我偶像，我係你 fans 嚟嘅，知唔知啊？嚇，唔係啊嘛，我覺得係我係你偶你係我偶像多啲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好多年前咧，我啱啱翻嚟啦，喺加拿大咁啊，同你合作咗《超級靚聲演奏廳》之後，好似好多年咧都冇喺個舞台上邊同大家見面啊，唱下歌仔咁。觀眾掛唔掛住我哋兩個啊？其實我哋都幾襯㗎，係咪啊？是啊，真是的。是啊，老實說，大公仔，我就很喜歡聽你唱歌，但我又很喜歡看你做戲。不過呢，看你做戲就不是今晚，我今晚就要專心聽你唱歌。我希望你呢今晚就唱多些漂亮歌給大家聽。我現在呢就將個台交給你，好不好？沒問題啊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就以熱烈的掌聲去多謝伍小生、伍偉國先，好唔好？多謝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
Thank you， 多謝多謝。今晚咧，相信大家都聽咗好多金曲，係咪啊？係咪 ？Hello Hello， 係咪好好聽？聽出耳遊咧，係咪啊？嗱，講起金曲咧，我就諗起咧，我其中有一首歌咧，講翻起1976年嘅一個晚上。咁突然間啊，輝哥咧就打電話俾我，夜晚嚟㗎。佢話：喂，大公仔啊！有一隻歌咧，就係電視劇嘅主題曲，而家想揾你上嚟唱，我而家喺娛樂唱片公司啊，咁啊，咁我就話，我而家瞓咗覺咯噃，11點幾，我話係冇辦法，你即刻趕上嚟唱，因為聽日就要交貨啦，咁講，咁我話咁啊好啦，冇辦法啦，咁我就趕上去唱，咁唱完之後，我又再翻返屋企瞓覺啦，係咪？咁點知過咗冇幾耐咧，咁就有一套劇集就播出，而嗰陣時咧。晚晚咧，啲朋友都會放工去趕翻屋企睇嘅呢套劇。咁一共咧就追咗有129集咁長，而每晚咧，亦都啲朋友亦都會聽到呢首歌啦。當然，咁啊聽到嗰陣時就皆知巷聞。咁練到而家啦，34年之後，呢首歌咧就成為咗娛樂唱片公司嘅一首金曲。咁而每一次我出台表演唱歌啊、走浮啊，我想都不可以不唱这首歌的，所以今晚呢，我在这里也都将这首歌送给大家，是叫做《狂潮》，多谢。See you.
同我一起多謝咁多位 dancers 幫我跳呢一隻舞啊！多謝。其實咧，近期咧我都比較少喺舞台度唱歌，因為咧呢排就拍劇啦，有陣時候，所以就比較少唱歌。咁今晚咧，其實我都好想喺呢度做一個小小嘅問卷，我想問一下在座嘅朋友咧，其實中意我唱歌多啲啊，定係演戲多啲喎？如果中意我唱歌嘅，俾啲掌聲我聽下先。咁中意我演戲嘅咧？咁如果中意我又唱歌又演戲嘅咧？哇！咁即係好多朋友都希望我繼續做唱歌或者演戲，係咪？咁即係我嘅事業線其實都唔錯嘅噃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咧。呢一首亦都係喺娛樂嘅其中一首經典嘅金曲，當年咧就係《書劍恩仇錄》裏邊嘅一首插曲，叫做《事事未滿足》，喺度送俾大家，多謝。金居滿大屋啊，未為滿足；日日淘萬金啊，未為滿足；百千匹衣袍，照樣不知足。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用，多谢。当起了愿官尚未满足，又做成尚书也亦未满足。要争国权，要夺千秋大计，苦争苦霸未可满足其用。事事未满足，心不会放，有朝惨变实在一次取其用。你好，多谢。所谓人心不足就蛇吞象，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，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，牛头马面嚟将佢捉。多谢。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，做咗阎王又怕孤独。问君何所欲？问君几时先至满足？多谢你好。金居满大屋啊，未为满足；日日淘万金啊，未为满足；百千匹衣服，照样不知足。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用，多谢。终须有日生命亦结束，谁知那天车也忙离结束。太贪偏贫，有日终须会知，有朝君你大哭，自取其用。多谢。事事未满足，死心不会放，有朝惨变实在一次取其用。多谢，多谢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哋啊，你好，多谢，你好，你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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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多谢。未满足，多谢。死心不会放，有朝惨变实在一次取其用。
事事未满足，死心不会放，有朝惨变实在一志取其用。我就唱得好開心啦，多謝。我頭先咧喺後台一路化妝咧，咁啊今日先至得閒聽下嗰個音樂，一路唱。原來咧，我哋嘅樂隊好好啊，尤其是中樂啊，佢好有感情，拉得好有感情。係啊，聽佢真係二胡啊哥，好有感情。我從來都未聽過咁好嘅中樂。好了，我送给你们一首青春舞曲。你好，你好，好。春花谢了，春天也是同样。
后难回来。金秋月阔出片照若明朗在，今天逝去光阴过后难重回来。人人要爱惜青春光阴，一朝逝去一生以后难以再，青春已过一朝永别难回来。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，逝去青春光阴过后难回来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逝去青春光阴过后难回来。好攰啊！斯文的你拍手掌了，好，我的一首歌好像我这样，哎，是啊是啊OK
张红露面。明白
中做嘅，独饮一些细雨大老虎，命运原是最冷酷，知心已死无去路，中间要分，大意除害，信义难信爱实在残酷，为合拍先步剑道至高，内心中感爱念价值更高，恨念念淡默道，我心底爱慕，简单之心爱慕是最寂寞，最是痛苦，
屠龙刀，倚天剑斩不断。心中系梦，屠龙刀，倚天剑斩不断。心中系梦，心中系梦。多谢，多谢，我想借大家的掌声多谢这班 dancers， 好辛苦的，我这套衣服成几十磅重，再加上我百几磅，一共二百零到，企在他的膊头上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多谢多谢。那更加要多谢刚才跟我一起我的女拍档李美惠小姐，我哋请李美惠小姐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先，好嘛 ？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李美惠，系。我知道你系剑术高手，你仲有好多 callie 噶，系咪？系啊，世界传统武术冠军。哇，仲有就系北京舞蹈学院毕业，跳舞同埋钢琴八级。哇，唱歌冇？唱歌冇？仲有唱歌啩？冇啊，你仲系女冠军？啊，散打，全港女子散打冠军 ，sorry。唉。好犀利，好犀利！不過而家要考下你，你冚唪唥都係啲武術啊，威水曬嘅，冚唪唥動作威水曬。而家要你扮一個嬌滴滴嘅小鳥依人嘅，同我一齊合唱《愛在心內亂》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俾心機啲，我會盡力。你同啲朋友見下面啊！白花笑，春光照，绿柳飘，青春健。与君共，觅芳华。啊，趁住春日暖，两心印，双手牵。总存啊，爱在心内暖。人间春风，寻得春色好。見到李美惠靚女又打得，你唔好咁興奮，手舉好啦！我都想啊，有咁嘅女朋友，唱歌咁嬌滴滴，我嚟做保鏢更好咧。人間春道。像白花。
在心内恋。哇！佢要带翻我哋未来的小姐又呢边落啦，呢度落得唔得？唉，就呢度落啦。本来要去到嗰边落噶。嗱，你听到啲反应啦，大家啲掌声就知道你唱得好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到呢个时候，除咗多谢你哋咧，仲要多谢好多单位。首先多谢嘅就系新如国际综艺制作有限公司及邱亚葵先生。诶，掌声掌声，呢啲先就系老板。东亚娱乐许冰心小姐。大明娱乐林建明先生。娱乐唱片公司全力支持，多谢多谢多谢冠名赞助雅居乐地产，大会指定养生顾问 S Lady。 最后呢，就多谢今晚我们的音乐总指挥总监杜志慈先生，哇，几有型！同埋多谢佢哋，哇，阵容鼎盛嘅42人大乐队，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咁啊，除咗咁大个乐队咧，嗰种威势大家听到出嚟吓。最紧要就系杜志慈先生咧，将我哋所有嘅曲咧，全部新编排过嘅，特别好听嘅，啊。70年代同埋80年代咧，就係電視劇嘅狂熱時期。我記得當時咧，好多人都係電視執撈飯嘅。啊，以下送俾大家呢一隻歌，唔知幫你哋慳翻幾多買餸錢呢？楚留香。
謝，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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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。好歌獻給你，讓愛藏心裡，唯願為你解去愁悶，我活在歌聲裡。今晚在這個舞台上，就等我們一起懷念這位最值得尊崇的一代殿堂級樂壇巨星羅文。Oh, yeah.
那变幻，今生。